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台湾的特色小吃，是那个红焖酥啊，加扁豆啊，炭鸡，谢谢。华屯姐，你头只啥？好网络名店啊，对啊，好好吃的炭鸡呢，做旁的我都讲，开车门都来的皮皮做旁的，你敢知啊？我本家没见啦，嘿。 真袂，我已经甲你手腕啊，迄现做的呢，嘿，结果我头出来够半拍，等我一只一只，一只袂好，都会讲嘿，会食茶，我甲你讲，嘿，你说卖厝，我等去边仔陪啊，真的呢，我有甲你留一下，我会还了你啊，我有甲你留一支麦啦，咱，我知你介意甜点，麦啦不要紧啦，你的酒头跟我相共啊。 我哪里嚼甜点，你得嚼甜点。对啊，我讲要减肥嘛，赶快要减肥啊！你我跟你讲，但是物件来，我嘛是食啦，嘿啦，你都对啊。春节一条路，对，我知你的镜头，所以后边我跟你留一支上菜，是不是？嘿，加起来规矩我改变过哦，嘿，一定得错，真的吼，啊你吃口味啊，我知我知啦。好，那我们安琪要跟大家来祝福一下。 哎，就好了，我吃这边去煮的，啊，你个继续唱啦，哈，你上错我跟你讲，好，我先配的，我先配的，好，一起来欣赏，安尼一首最空灵，好欣赏，谢谢。 谢谢掌声，谢谢。好的。